这个古筝就是我们的销量之王银莲花语，初中级古筝里面的一个王牌吧，最能放心的推荐给所有的学生的。背面的这种装饰然后也非常精致，那这个花板用的是黑檀，黑檀木的装饰，然后里面也是很精致。音色其实非常的好，然后它的整体感觉是比较明亮，但是又不会太单薄。包括下面的一个处理，然后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很好，我还是挺喜欢的。然后高度推荐，就是我最放心的，让学生去选的一个。